胃大部切除术后有哪些并发症？第一，胃出血。胃大部切除以后，一般在24小时内可以从胃管里流出少量的暗红色的或咖啡色的血性内容物，多为胃熟中残留胃内的血液或者胃肠吻合口创面少量渗出的缘故，属于术后正常现象。如果短期内自胃管引出较大量的血液，尤其是鲜血，甚至呕血、黑便，严重的出血性休克，是少数病例因切端或吻合口有小血管胃结扎破裂出血所致。胃黏膜被钳夹伤或者矿质的12指肠残端溃疡、止血不彻底等原因所致的出血。第二，12指肠残端破裂，这是胃大部切除比如20中最严重的并发症，手术率很高，约10%到15%，多因低位12指肠溃疡，特别穿透到胰腺头部的12指肠溃疡。手术时过多的松动12指肠损伤浆膜，或者血液循环受影响，残端缝合过紧、过稀或者结扎过紧，均可造成残端愈合不了。第三，胃肠吻合口破裂或漏，多发生在术后5到7天，如在术后1到2天内发生，